交易监管方面，我们将充分考虑中小投资者占绝大多数这个最大的市情，强化对高频量化交易、场外衍生品等交易工具的监测监管，提升监管针对性和适应性，对各种利用技术、信息、持股等优势扰乱市场、非法牟利的行为紧盯不放，露头就打。又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退市所涉及的投资者保护，我们的态度非常鲜明，对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必须一追到底，依法从严惩处各相关的责任人员，绝不允许浑水摸鱼，一退了之。